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dy。 今天呢，我就想记录一下非常之真实我在长洲其实是怎样过的，虽然有少少无聊，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都可以看看。是刚刚起身出太多伸筋懒腰。作为养生宝宝的我，每朝刷完牙喝完一杯暖水之后呢，就会煲姜茶的了。其实很简单的，就这样姜和少少的糖就可以了。跟住之后呢，我就会搽 skincare 嘅。喺长洲呢一边呢，我就会简单少少，尽量以保湿为主啦。大家见唔见到我嘅衫领系湿咗，同埋有牙膏啊？冇错，我成日刷牙嘅时候都系咁样噶，系咪得我一个位咁乱尽噶咋？见时间上早呢，我就谂住影啲 product story， 但系有样嘢要做咗先嘅，就系帮 Chopper 开露台门。朝早佢系要晒下太阳啦，吹下风啦，然后听下雀仔声咁样噶。跟住我就开始布置啦。小朋友唔好八卦啦，呢度唔系俾你摆 pose 噶，系啦，咁你去玩下啦。影 story 咧，其实需要好多时间嘅，同埋要换好多唔同嘅道具啦。但系我自己都几 enjoy 嘅，因为影出嚟我都觉得好靓。哎呀，每一次咧，佢都以为系影佢咯，跟住就会开始坐喺度，咁我就会扮影几幅啦，好冇？影完一轮 story 就到打理狗仔时间，每个礼拜都要帮佢洗一次耳仔嘅，有梳化床方便好多，拉开超多位啊！洗完耳仔佢系好中意歪床嘅，唔好问我点解啊！去到十点半左右啦，就系佢嘅早餐时间。哦，食完啦，搞掂咗 Chopper 嘅早餐，就到我拍片啦。做咩？做咩影我？点花水喎？唔使，要塞呢个 filter blender。每次拍完片之后咧，都系超乱噶，嗰啲化妆品会掉来掉去啦，跟住之后又有好多纸巾啊，抹翻嗰啲试色啦，然后地下。又会有我的直发夹啦，一阵间又要执一执啦。我想俾大家望下我早两日嘅杰作，好努力咁样排咗颜色啊！强迫症嘅朋友应该好满意呢一件事。今日系我哋嘅洗衫日，有咁大袋衫啊！去完洗衫铺放低袋衫之后咧，我哋就出发食早餐定系叫午餐呢？今日我哋食车仔面，系好多街坊推介啦，非常之地道，非常之受欢迎嘅，亦都系几平民嘅一个选择嚟噶，好食噶。我哋一定坐出边啦，因为有Chopper啊嘛。听街坊讲，最近长洲开咗一间新铺卖手摇饮品嘅，等我做白老鼠帮大家试下啦。里面有个 corner 位俾大家打卡啦，然后我买咗一杯芝芝芒芒，个包装都几得意啊，杯盖系狗耳仔嚟噶。翻到嚟啦，个奶盖咧已经跌到落底啦，等我试下先。佢个奶盖咧都几厚实噶。点样啊？佢系咸喎，咸啦，嗯，咸奶盖啊，嗯，几好味喎，佢芒果系，真系芒果打出嚟嗰种，好多芒果蓉喎，饮咗，好足料喎，如果入嚟长洲旅游嘅话，行到热嘅话，饮杯饮嘅嘢都几好，嗯，帮大家试咗新铺，咁你饮到啲茶味嘅喎，呢个冇茶噶。这个是普通芝芝芒果来的，我嗌了小冰半糖，如果它的奶盖再厚一点就好了。见初牌有得看没得吃，好像很惨这样，给粒零食你啦，要不要先？好了，下一个环节就是开箱。其实我的生活真的很无聊的，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多姿多彩。yeah, 我的代餐门有这个是麻薯味、白雀茶味、朱古力味、绿茶味、士多啤梨味，还有这个曲奇味，
其實在我家裡本身都有的，但是呢我覺得真的挺好吃，所以帶埋入嚟長洲，真的搬入嚟勁重的。除了有代餐之外咧，佢仲有呢、這、一個，佢係類似 energy bar 嗰啲小食嚟噶。裏邊有啲咩啊？呢、這個逐樣俾你檢查一下先啦。呢個袋裏邊有呢、這個，哦，仲有呢、這個，仲有呢、這個。同埋呢個睇完未啊？冇啦，裏邊檢查完未啊？冇啦，OK 未？开完一轮伤之后咧，唔知点解金生自己攰得滞，瞓着咗。咁所以我就帮 Chopper 剪下指甲啊，磨下指甲，跟住咧就吸下尘啦。佢真系完全唔醒噶。然后就系我嘅运动时间，梗系捉埋金生过嚟喐下啦。系咪好健康啊？我哋嘅拍拖活动，自从有咗运动呢个习惯之后咧，我发现唔系净系课减肥，系精神上啦、力量上都有进步到，所以好自愿、好规律咁样咧，多咗做运动噶。人哋做运动喎，点解你瞓觉嘅？你唔使减肥咩？点啊？型型啊！你睇下啲汗。做完运动梗系要补充能量啦。我谂住整蘑菇汤，琴日整剩咗一啲嘅蘑菇薯仔啦，再加埋牛奶就得噶啦。佢得嘅时候咧，呢度会熄灯，咁所以我哋都系得个等字。可以俾兔仔妈咪啊，阿姨啊。唔该晒，蘑菇汤你啱唔啱啊？唔饮得喎，系咪啊？咁你负责瞓觉啦，好冇？呢啲系嗰啲咖啡嗰啲西餐咧，跟住有嗰个餐汤咧，系啊，闪闪，超简单。由七点半起身到而家都未停过咧，我都真系要玩下电话啦。跟住就出去买外卖。而家春天咧，长洲好多燕子 B B 啊！我哋嘅晚餐就系有呢一个刺身虾同埋茶餐厅嘅肉片炒河。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我今日个 vlog 好无聊咧？唔知咧，可能发觉我哋食咗好多嘢。因为很多人都成日以为我是生活很精彩啦，唔系啊，好闷噶。食饱饱之后，我哋洗埋碗执下嘢，就搭船出翻香港啦。今日系一个非常之真实嘅记录嚟嘅，分享俾大家睇下我平时私底下嘅生活咧，就系咁无聊噶啦。希望大家唔会闷亲啦。如果中意呢一类型轻松小 vlog 嘅话咧，记得俾个 like 个 subscribe 个 channel。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，逢星期六嘅就3点，同埋星期日嘅就12点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